谁主滨州行动党新皇朝，是沈林配还是另有黑马组合，就在今朝。民主行动党滨州党员代表大会周日在滨州国际体育竞技场开跑，2093多名代表于早上陆续抵达会场。由于滨州首长曹官友已进入最后一届首长任期，作为滨火箭主席的曹官友已宣布不竞选世次州委，不捍卫州主席职务，赋予世次州委战世代接班意义。这是我最后一次以滨州民主行动党主席的身份向大家致辞。今天我将交榜于党员们所选出来的新团队和新主席，带领滨州民主行动党继续前进。